现在求助的是医护人员，他们看到公众人士啊是晒雨淋，他们也觉得很难过。来这里的这个公众人士呢，都是本身已经确诊了，或者是前来评估，或者前来检测，本身呢健康出了问题的，所以绝大部分都是感染了这个冠病。而他们既然感染了，就身体肯定比常人虚弱，呼吸困难，又要日晒，又没有椅子坐，我看这一点煎熬啊，对他们来说。